这支枪弹道偏左，这是谁的枪？报告，是我的。你的这把枪为什么弹道偏左？报告，是个人习惯，首长。来，详细解释一下。在战场上，如果我牺牲了，我不希望这把枪被敌人捡起来直接可以使用。如果设置规定完全正确，很可能会出现这种威胁。可是你是狙击手啊，用一把没有校对准确的枪，你能够完成狙杀任务吗？报告，首长，这把枪经过和我磨合，完全可以胜任狙杀任务。来，打打看。是。200米，人质一个马。400米，发现敌情。700米，直升机驾驶员。1200米，敌坦克车长，把坦克开起来。好的，坦克开起来。给我开到60码，还有60码。枪王，这是真正的枪王。哦，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，有点意思。虽然今天我只看了他一个人的设计表演，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你们这个集体超强的战斗力。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。队长，来，开动！